日出演洪恩彩的《明星日记》，两人进行了世代偶像间的对话，开说有看到了 Seraphim 翻跳 Love Shot 的舞台。恩彩则兴奋表示，成为练习生之前，在舞蹈学校第一次学到的舞蹈就是 EXO 的 Love Shot， 所以把 Love Shot 的编舞也交给了成员们。让开称赞到舞台真的很帅气，而开对出道还不到一年的恩彩说道，自己出道的时候也是19岁，不知不觉已经过了11年，但从出道至今都没有后悔的回忆。恩彩听到开的回答后表示太帅了，但也坦言感觉自己做不到，往后会有很多后悔的事情。而开也开导他黑历史都会消失，同时也是一种回忆，正面积极的心态引发了网友的称赞。